4月10日，女星蓝盈盈低调现身团购买菜群。当网友询问有没有可以买的菜时，蓝盈盈不仅大方分享了自己知道的链接，还贴心提醒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准时送达。虽然蓝盈盈并没有直接备注成自己的真实名字，但网友通过其头像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。加上蓝盈盈2011年因在《甄嬛传》中饰演浣碧一角而被大家所熟知，群里的网友们争相修改了自己的群内昵称，有的改为果子狸，有的改为甄嬛，有的改为眉庄，有的改为流珠，一整个《甄嬛传》团聚的即视感。这场面也是令身为浣碧的蓝盈盈惊喜到不行，直呼你们的 ID 太绝了。虽然被认出，但蓝盈盈依旧十分温暖地说道，特殊时期我们一起加油，贴心喊话鼓励大家。不得不说，蓝盈盈小姐姐的确善良又有爱啊。